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精彩的特别专访 Frank。 我们第三段的第一章 PowerPoint 就看到，我看到这是一个跳蚤，对，没错，骑在这个会跳的东西上面，这什么意思？OK， 好，一定有它的意义。这个叫跳蚤理论是什么？你要装个空瓶子，你抓个跳蚤放在里面，把它一盖，它会跳，但等到它不跳的，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它就跳不出来了。嗯，这就是跳蚤。他说他碰到它会痛，他碰到它会痛，等到痛不痛的时候，它永远在那个距离。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你年薪能够多少钱？他说我年薪大概是赚5万块钱，我年薪大概赚15万，我年薪赚25万。我告诉你，你自己再等职业时间，就是说你自己这个金钱就15万、20万，你就永远赚不出超过那20万。嗯，所以这就是说跳蚤理论，意思是说，当你碰到一个 cap 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 proof， 就增多你那个 mind。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你把那个摇一摇，它跳蚤不 comfortable， 你就跳出来了。哎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50万、80万、100万，只要你有这个信心。If your heart desire. If your heart desire. 所以呢，就不要说 limit 你自己，所以就叫跳蚤理论，limit 你的自己的这个空间在里面，上限在里面。啊，就这样子， OK.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 think outside the box. 嗯 ，all the box functionality. 不要墨守成规。对 ，the outside the box. Always think outside. 不管 market 怎么 change， 你就改变你自己的那个 marketing strategy， 你的 sales strategy 是最重要。好吧，下面这个很有趣，这个鱼跳出来，它就是说我不要跟你们挤，我要跳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就是 create 你自己的那个 I like that market， 对，很有意思啊。一个大枪那边，这叫 shotgun approach。哎呀，你的客人在哪里，他拿个枪在那边，在 shotgun approach， 砰一打，打出来之后蹦，你因为你的客人在哪里你不知道，所以你什么都要做，所以一定要参加你这个电视，要参加你的收音机，你这样增加你的知名度。 OK， 对吧？ Yeah.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 shotgun approach， 这个当然了，这个 power direct mail 是很重要，记得去。所以我到现在就不断 farming 还是不断，所以很多时候还是有 farming。 你看那 farming 最多的是谁？是那个牙医。对哦，对不对？那个动用一个牙医，还有个教会，或者教会牙医，教会牙医，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在发明的， yeah， 对不对？ Yeah， 看到没有？ Yeah， yeah， yeah。 OK，direct marketing 这是很重要的，就不断的去，就是说让人家说，哎，想到买房子就想到 Frank Liu， 是想到这个 insurance 就想到某某，想到理财就想到某某某，想到股票就想到某某，完全是一个。就当你口渴的时候，你会喝什么？口可乐。当你要做 search 的时候，你一定做 Google。看到没有？这完全是已经是 branding。branding， 而且已经是不停的灌输，对，就洗脑了。对，OK， 好 ，Zillow 它这个 tool 很好 ，Zillow 呢，它是一个非常活的一个，所以它有这个专门教你怎么去 marketing 自己，那怎么现在是最新的这个 software 是什么东西？是streamline 的这个整个的 real estate 的 marketing tool， 对，就等于是 e marketing， 他们是 number one，OK，你可以跟他们打个交道试试看。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 pipeline。你的客人就永远就 pipeline， 你就不会说，哎呀，我客人我一下做成这 deal， 或者我失掉这客人，我下单 deal 在哪里？这完全是一个循环，一个 factory， 也是一个 numbers game， 一个 numbers game， 要不停的制造 okay， 很多新的 number， offer and new customer， 看到没有 ？OK， the sales of pipeline 是什么东西？你还在做这些吗？做哦，都有，我有3万个客户，这样子。当然 ，the ego story，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有限的 ego story， 因为 ego 是活70年，但在40年的时候，他把成这重新这 ego story， 我们再上网看一下，非常感人 ego story。OK， the 70 years， OK， the ego must make a hard decision。OK， win 这个赛马我们都知道 ，horse number one 跟 horse number two 差多少？差一个 horse 这个一个鼻子的距离，但是要选一个那个马鼻子长一点的。对，奖金。第一名跟第二名差很多，天壤地别。Yeah， 所以这就是 sales。所以你要失去 customer 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就是说增加你的 sales skill？ 这很重要。怎么去 improve 你自己？怎么去 reinvent 你自己？怎么去那个brainwash 你自己的这个 emphasize？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知道，尤其在运动那个 sport 里面，他说90%是什么？你的 mind。你说你会赢，你就是会赢；你会输，你就输掉了。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这样子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and you help enough。Other people get what they want。 这是 Zig Ziglar， 这个人很有名，他是我等于是我的 mentor， 我一直听他的 tape 看。他现在这个人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东西大家一定要看，就是在做 sales 的。Brian Tracy， successful people always looking for opportunity to help others。 Eli Frog， 他说你在早上的时候你要 eat a frog。 If you have two frogs， what you gonna eat the ugly one？ 把那个难看的先吃掉，吃给青蛙。什么是青蛙？其实就是说最难的事情你在第一天先把它解决掉，
压就好了，不要用到最后，嗯，永远压在里边。是 ，OK， 这就是最主要的。明白。Break yourself out。当然，我们做 sales， 你在某个时候，你做十年了，做十五年，做二十年，你一定有遇到瓶颈。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怎么去 break 你自己？怎么 break through？ 对，这个里面，嗯，当然最主要的就是 CRM， 这个现在是最 hard 的。CRM 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就是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嗯。customer relationship 这是一个 software， 非常好的 software，哦，是 by Salesforce。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于做 sales 这个领域的里面，一定要去了解什么是 CRM。这是 number one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anagement， 这是一个 software，okay。 当然这边有一本书，嗯，The World is Flat by Thomas Friedman。 我在六年以前的时候我就读了这本书，给我很重要一个启发，就是说这个是 internet age，嗯，所以 internet age 是说什么呢？就是 the call center is solution， 整个外包就是虚拟秘书开始了，嗯，我现在在中国，在印度，在菲律宾都有自己的秘书在那边，嗯，所以 handle 我整个在美国的这个业务，嗯，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有更多时间呢去 serve 我的客人，去解决我客人的问题。How does it work? Very good. 嗯 ，Yeah, 200% satisfaction。我只看结果。我只看结果。对，所以最主要呢，我想就说，我希望呢，大家能够透过我今天这个这个 information， 帮大家呢再 promote 到另外一个 plateau 在上面，嗯，的另外一个那个平台，这样是最重要的，好吗？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呢是 SOP 是什么？嗯，譬如说你今天要赚十五万，那我第一个去问题就是说你的 SOP 是什么？嗯，什么是 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呀，做什么事情？因为今天最主要这个字呢 ，SOP 呢是今天是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一个的 pilot， 他是飞行员。嗯，他再怎么样呢？他上飞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全部检查一遍。嗯 ，system check up。system check。所以你的 system check，你的这一个所有的你今天要做的事情，你兼雇人也好，不过因为今天你是 call center， 他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什么东西我没有时间教我的秘书啊，这个他是 call center 啊，他在国外啊也不知道啊，但是他教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这就 SOP， 嗯 ，OK， 最主要这个 SOP 是什么，这个最重要 ，OK，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 bucket list， 就是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嗯，你有没有 achieve all 的你的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哦，非常非常好看，哦，所以 bottom line 就是说什么呢 ，just do it， 不要等 ，just do it。哇， Now， 我今天发觉 Frank 看了这么多的电影，并且我有好多回去要看了。yeah， 说这些从梦想一直到成功，中间只差一个字，就是你要去身体力行。对，嗯，对 ，just do it。哇 ，very good。我们今天的 show 呢，值得您一看再看，一听再听。今天再度非常感谢 Frank， 谢谢，给我们崭新的一个印象，让我们在一个墨守成规的听到房地产啦等等之外呢，能够 refresh 我们自己的脉，真的要强大自己的内心，还要增加自己的语言沟通的技巧，对，然后要实践，然后做一个很低调的 leader。感谢你，谢谢。好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晚上节目结束，希望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度与您空中有约。晚安，拜拜。